最漫长的一日，最温暖的陪伴，每日与主同行，扎稳一生信仰的根基，伴你成长。我是阿清。诗篇八十四篇一至十二节：天君的上主啊，你的居所多么美好，我多么渴想，渴想进入上主的院子。我整个人，我的身，我的心，都要向永活的上帝欢呼。天君的上主，我的君王，我的上帝啊，在你祭坛旁，连麻雀也找到了家，燕子也筑起了巢，养育幼鸟。住在你殿中的人多么有福，他们歌颂你永不停息。在上主里得力的人多么有福哦，他们向往到耶路撒冷朝见你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那里将变为清泉涌流之地。秋雨也为他披上祝福，他们必越发强壮，人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朝见上帝。上主天君的上帝啊，求你倾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垂听。上帝啊，我们的盾牌，求你看顾王，因待你的受高者。在你的院中住一天，胜过在别处居千日。我宁愿作上帝殿宇的守门人，也不愿在恶人的家中享福。因上主上帝是我们的太阳，我们的盾牌，他赐给我们恩典和荣耀。上主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赐给那些行事正直的人。天君的上主啊，倚靠你的人多么有福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的空间，主的居所。生活在大城市里面，呼吸和活动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少。翻工途中逼车，被旁边的男士重重踩了一脚，脚趾痛到不得了。在公司里面叹一口气，伸一伸腰，仿佛惊动全世界。放工之后逼在狭小的厨房里面煮饭，客厅传来小朋友的吵闹声和电视的声音。上帝啊，这么局促的空间，我们去哪里寻求你的面呢？这里离你的殿有几远呢？昔日诗人渴慕上帝，渴求回去上主美好的居所。今日我们同样有这样的渴求，但是我们不用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朝圣，因为上帝就在我们中间，就在我们的屋企里面。我要在我的屋企建立上主的祭坛，以上主的律例典章为我家的基石。我心是上帝的家，小朋友自然受感染，这个祭坛要成为他们渴望归来的屋企，他们的巢。每日一家人围在一起坐低，打开圣经，一起朗读一篇诗篇，上帝的话就在四面回响。哦，住在你圣殿中的人多么有福，这个福就是欢然居住在上帝的殿里面。父母总是想儿女留在屋企，天父同样希望他的子民回屋企敬拜过节。空间虽小，但是无碍筑起上主的祭坛。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《每日与主同行》，材料节录自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《天天亲近主》。欢迎你在我们 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，听日见啦，拜拜。